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80集的节目。前两集跟大家拍了绝创的钢索，还有官方 MPM11，这算是比较稍微对我来讲有点烧脑的玩具。今天就来给大家做简单的小玩具，这是地球崛起系列 Deluxe Class 的开路先锋。这一个玩具呢，跟先前推出的滑车，两者是几乎可以说是同模或者是说小改模啊。当然呢，这个在变形金刚的设定里头呢，几乎已经是一个常态啊。我手边的开路先锋呢，跟滑车呢，同时拥有的话呢，几乎都是通常都是会同一个系列都会一起出。那先前的话是大约在2014年的时候呢，官方的 IDW 系列呢有推出过。那我有拍过滑车，开路先锋的话呢，我至今呢那一盒依然没有把它打开，还是一个全新未拆的。那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做吧。那今天这两个玩具的话呢，我当时给它的评价，给滑车的评价还是不错的。那我顺便提一下好了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已经是半年多之前，我还记得我拍这个。滑车的时候呢，我第一次把它拆开来玩呢，那是我到台中去呢，我们有一个摄影的工作，我们到那去，那我记得我当时是在这个 7-Eleven 里头呢，因为我要等几个小时啊，因为有因为中间有一个空档的关系，我是在那等待的，两三个小时的时候呢，我把这个滑车给拿出来把玩的，所以呢，事隔半年多吧啊。那为了拍这个开路先锋呢，又把这个滑车拿出来的时候呢，哎，就不禁的呢让我想起那一天呢，在那一家便利商店里头的一些小故事啊，在里头那一天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人呐、那一天的天气呀、环境啊，然后前前后后一些故事都会涌上心头。那对我来说呢，其实已经不下数次在节目里头提过，我手边的玩具呢，往往记载着我身边的某一段时光。那甚至于我可以告诉各位呢，从2011年开始做变形金刚开箱影片以来呢，其实，我发现我没有做变形金刚的日子的，就是11年之前呢，就回台湾09年回来，整个10年中间的一些记忆呢，我就会变得非常的稀疏，这真的很奇妙啊，可见的我真的对这些玩具，我其实投入了很多的感情在里头，这个玩具拿起它的时候呢，我就似乎那一些记忆的碎片就会很清晰的出来，那可以帮我把它给补上。所以说，我虽然拍了很久啊，现在的话呢，还是非常喜欢的变形，非常非常喜欢变形金刚。如果你问我说呢，这个摄影跟变形金刚，我喜欢哪一个呢？我可以很笃定的告诉你，我还是会选择变形金刚。如果真的只能二选一的话，这个坑啊。此生不悔入啊！十周年，明年十周年的时候呢，再来跟大家聊这个好了。我一下扯了2、3分钟了啊！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话呢，来看这一款开路先锋了啊！不对，还是把它拿出来一下好了。两者最大的改变呢，是这个开路先锋的后方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车厢。那前方的这个以滑车来讲的话呢，它是因为它还有多了这个玩法啊，这个地方是给拿出来啊，然后这个地方呢，用力往下压扣下去之后呢，它是有一个下方有一个轮子，它是呢。这官方有一些这个组合的这个零件的话，可以拖在后面啊，所以还有一个延伸的玩法，甚至呢后面可以拖着一个大型的一个结构啊，这个呢也是滑车这一款玩具的话呢一个扩充的玩法，算是非常的有趣啊。不过呢，以我个人来讲呢，因为我不是那么喜欢拖那么多东西啊，我会觉得这一款开路先锋的话呢，干净利落的这个车壳包得很完整的这个感觉的话，其实更合我的口味啊。而且以颜色来讲，我不喜欢绿色，好像也不是秘密了啊。好，一语双关。这个呢，因为主要它这个橘色啊，稍微有一点点山寨玩具的感觉啊。反而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开路先锋这种黑啊，它也不是那种纯漆黑，它还是有一点点的一个消光的感觉。虽然有一点色差，它前方的这个黑。跟后方的黑啊，其实是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呢，真的是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了。那前方的这个很庆幸，它前方这个部分还是有上银漆的。那由于这个挡风玻璃是透明件的关系，所以呢，它就有透明的一个零件来做一个车头灯，轮框也有上一些简单的一个涂漆。那它的一个滚动性很好啊，滚动性真的非常的好。那在变形的时候，你要特别留意一下拳头的一个转法啊。是转到这个形象，是把拇指是找到爪外侧啊。
那底部的话呢，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个地方因为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卡准的，这个地方你记得这块部件完全的推到，要完全的推到内侧去啊，才不会去影响它的一个车子的一个滚动性。严格来说的话呢，这一款的变形的话呢，算是非常的简单。武器的话拿掉呢，有一个空洞在上面比较可惜，所以还是把它给扣上好了啊。那我们的话呢，就来示范一下啊，这一款这个开路先锋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那因为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是因为这一次的话是同模具了啊，所以我们就不特别就是从人变过来啊。我们先把后面这个地方给两侧给解开，两侧这个地方给解开，这里解开，两侧都给解开，解开。这个板子的话也可以翻上去。那这个板子的话呢，从盒子里头拿出来的时候，它是可以拆下来的啊，可以拆下来的。我们先把脚呢给解放出来，脚。放出来的时候呢，来，我们这个地方给各位讲解一下。这个地方出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地方啊是有一个凸的啊。那在变形的时候呢，它是要扣到里头啊，有一个洞啊。这个地方请记得，如果不扣上的话呢，这个最后的这个车底的话呢，轮胎会无法顺利的着地。以及这里有一块红色的部件，它是要完全推进去，推到里头一个方形的一个空间啊。它是要记得要这样子扣进去，它会咔的一声啊，这个才是完全的一个变形到位的。那接下来的话，胡夫奇特讲什么变形到位？你不配，好吧？这个再来的话呢，把这个手的话呢，从这个地方往下面，先把这个身体往这里折一点之后，拳头往下面一点之后呢，就可以往外顺势的将它给翻出去了啊。从这个地方将手臂给翻出来，这个手往下折过来之后，就可以往外翻了啊。这个玩具的容错度呢是很高的，很高的。这个地方肚子把它给按下来，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手臂转下来。将手臂的话呢，你就看这个手肘的一个角度呢，你就知道了该怎么样做一个转动。以及的最后呢，我们先将人物呢先做出一个跪姿好了，因为我现在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机位。这个时候呢，从头部的话呢，从后面这里把它给抠出来，然后呢前面按下去，它会有一个咔的一声，咔一声卡住了啊，好卡住。再来的话呢，把这个武器的话呢，从里头它就有一个像是照明灯吧，跟一把像枪的一个东西，把它从里头给抠出来，再把这个部件呢给扣回去，它是有一个凸跟它的一个结合。你看这黑色的一根直挺挺的一根黑，然后一个不怎么完整的一个洞啊，但是还是能扣进去的。扣进去之后的话呢，我们再利用这个地方的这个双动关节，红色的这个双动关节啊，把这个凸呢跟凹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这样上去扣下来，它的一个背包的话呢就可以很完整的一个呈现了啊。很完整的呈现一个背包啊，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OK， 那我们这一款的一个开路先锋的跪姿的话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镜头还是比较低，暂时的话呢，就请你再过一会儿吧。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款这个地球崛起系列的 Last Class 这个开路先锋，从车子呢到机器人的一个变形过程了。那么开路先锋的人形状态呢，它是一个 Deluxe 等级的玩具，可是它却比同级别的玩具呢个头呢要高上很多。不过啊，这个空洞的地方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不过因为它是黑色的，感觉还比华车还稍微好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空洞的话呢，还是很多角度都能够看得到的。那它的一个背后的话呢，只是肩炮跟一个照明的一个部分。这个的话呢，和华车啊，就是这个地方的话就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华车的后方的话呢也是挺好看啊，但是华车主要还是橘色的部件山寨的感觉呢比较强一点点。那以身上主色调华车的绿色，就是感觉的玩具的感觉也是比较强烈。然后开路先锋的这种黑啊，就质感上的话是感觉比较好一点，包括这个红色的部分也都有一点自动带一些哑光的感觉。那以膝盖的一个松紧度的话呢，我觉得这一次的开路先锋有稍微好一点点。那它的可动位大家跟各位讲解一下啊，首先讲一下它这个头雕啊，先比较一下头雕了。两个人啊，你要我选我会选谁，我还是会选这个开路先锋啊，开路先锋，因为它是一个露脸的一个表情啊，露脸的一个造型，这个大家应该也看我节目也都知道我的口味是在这了啊。那它的一个手部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那后面这个板子的话呢是它的一个啊非常大的一个累赘点。那你在转动手的时候，比方说你要往前开枪的时候呢啊，就只能够靠转动这个角度。原则上呢是把这个板子的话呢尽量转到一个不显眼的位置，再透过上臂还有二头肌的一个转动呢来实现一个各种角度的一个拍摄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
腰身的话是给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的，而且它这个腰身转动啊，并非是变形的需要，是真的做给它转动的啊。反而是你在变形的时候呢，不需要特别的去做一个转动，只要往前往后踢啊。侧边膝盖的话，因为变形的需要，可以弯超过于90度，也有一个脚踝的一个接地的一个关节。整体来说呢，这一款这个变形的一个乐趣度呢，还是比较简单，而且我是觉得还蛮耐得住玩的啦啊。体型也算做得够大啊，只要你不把它翻到后面来看呢，这个玩具的看头还是相当不赖。不过没有很大的吸引力去买了，因为就是它本身也并不是非常热门的人物啊。相较于电影系的玩具来说，我相信大家预算的话呢，应该不会先把这个叫做排进去了啊。那如果你只是单纯这两者你要我推荐一个的话呢，其实很难推荐，两个都还不错了啊。但是如果真的硬选一个的话呢，我感觉这个开路先锋的一体性啊什么的表现会比较好一点点。那今天的话呢，就很轻松的呢跟大家分享这一对这个从以前以来就是非常非常就有如 Bumblebee 跟这个 Crip Jumper 一样的两兄弟，就经常投模改来改去的家伙。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